今天我很荣幸啊，我的老朋友啊，这个洪董事长啊，当兵认识的朋友啊，他刚好是我们的最大的经销商之一啊。那他们今天有在做一些个展，那我很荣幸可以来参观他们的展览。哎，非常高兴，我的同胞同志哈，陈公岭上下铺，今天他在石龙堡担任副董事长，我的小小一个周年庆，他莅临我们公司来感恩这基督，我相信呢，因为阮两个三个斗阵呢，相辅相持，未来日子里面呢，共创精彩啊、希望祝我们陈副董事长健康平安幸福一辈子。谢谢我们那个洪老板的加持。那这几年呢、啊，家电呢、啊，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啊，所以有碰到一些瓶颈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最强的经销商伙伴们啊，努力之下，我们森宝的业绩还是一样没有衰退。好，那展望未来呢，我想我们会继续的跟经销商做最好的配合，然后希望我们森宝的东西会越卖越好。然后顺便提到这个，明年就是我们森宝成立87周年，所以我们这个逐渐迈向百年的企业，那我们最近也总部成立，啊，成立新的总部，那我们会更加努力，把我们这个森宝这个金字招牌擦亮，然后我们会越做越好，谢谢。森宝在台湾可以说是本土最坚强的家电大厂商啊，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，我们一定要火力支援，甚至成为世界一个非常强劲有力的电器专业厂商。我们要一起加油，也祝陈董事长以及他的团队里，在未来里能够更加精进啊，业绩再创新高啊，尤其一个新的一个。总经理叫许金草，他精神自在实在是得到咱家鹅肉，因为他非常打拼，让森宝呢翻两番，我们感觉非常高兴，希望他的团队呢未来对嘉利宝啊，对所有的经销商都有更大的支持，让我们做得更进步，成绩更好，大家一起加油！好，一起加油！好，赞！要站着 ，OK， 站。好了，今天我很荣幸啊，我的老朋友啊，这个洪董事长，当兵认识的朋友啊，他刚好是我们的最大的经销商之一啊。那今天，那他们今天来了。好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。从彼一天分开到如今，才来予咱搁相见。今夜的月光照入窗边，予阮想起彼当时。故乡，每日思念你，希望成功倒转去。一封的批信，一张的相片，阮也感觉心内真欢喜。感谢你的情。感谢你的爱，阮也深深藏惦在心内。今夜的月光，快乐的暗暝，希望永远来做阵。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蜜，我的
看你。每日思念你，希望成功倒转去。一封的过信，一张的相片，阮也感觉心内真欢喜。感谢你的情，感谢你的爱，阮也深深藏惦在心内。今夜的月光，快乐的暗暝，希望永远来作证。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蜜。爱情的滋味，酸甘甜蜜，我永远陪伴你。爱你的心肝，谁人知？爱你的心。
我谁人知？将你当作是我上深的信赖，爱你的心肝谁人知？爱你的心肝谁人知？你永远是我永远的爱。爱你的心肝谁人知？爱你的心肝谁人知？将你当作是我上深的信赖。心肝谁人知？爱你的心肝谁人知？你永远是我永远的爱。今天也非常荣幸，也很非常的开心，来到了那个嘉力宝股份有限公司。那也跟前任森宝、前任的董事长、现任的副董事长，以及在我的右手右二边这一位嘉力宝现任的董事长。那我在这个即将要迈入2023年的这个年节里，那是不是来请我们的嘉力宝老板谈一下，展2023年展望未来是有什么规划，以及跟森宝前董事长有什么样的一个渊源结识？欢迎。我跟这个陈世杰副董事长相知相惜，哦，将近几年，50年了，将近50年，我们在成功岭，受训的时候，一起参与这个战斗，革命情感非常的深厚，出了社会里，我们真的是这个机缘呢，继续在同一道路上奔跑。他是大企业家，以前是森宝松里的董事长，后来成。就转换到森宝，也担任过董事长，现任的副董事长。我们嘉力宝在这个业界里，经销品牌也相当多，但是我跟森宝是不一样的，情感这种兄弟啊，在这个道路上奔跑，感觉非常的畅快。自从到嘉盟以来，我们一样继续携手。在这道路上一起奔跑，人生会更加精彩。尤其我们陈世杰董事长，学识相当渊博，他有遗传他爸爸的这种聪明智慧，资广见闻，尤其对历史、过去种种啊文学方面造诣相当的深厚。从他身上我学习非常多，人生的价值不在钱多钱少，最重要的其实让你生活更加丰富啊健康。快乐，谢谢。这个就是从我们的董事长这边，就是结尾就是快乐是什么呢？快乐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什么叫做幸福？幸福就是说喜欢你所做的事情，这叫做幸福。那金钱呢？虽然说没有不行，但是到了一个阶层，你的理念。不把利放在前面，其实就回馈到社会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其实社会用的社会，尤其是我们台湾，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照顾、去关注。那我发现两位企业家都是人际资深的哦，然后都是非常有爱心，有点爱心，真的。我们要面对新的一年。
们大家要一起奋斗，一起加油，为台湾加油。新的一年，对，台湾是我们的最爱的。对，好，对对，大家一起加油，爱台湾。来，我来，台湾转战，珍宝转加力宝转，珍宝加力宝转，战战战 ，OK 。